笑，大仙不闹。么么哒。为了锤炼我的心态，我决定失败展露先机，输一把送一台遥遥领先。今天我将成为不败战神。天地有愧，我扫这而已。这不一切都好起来了呀。哎，都被掉进来了，好吧？还不走啊？无枪乱舞，万夫不敌。可爱的你，他太小看我的伤害了呀！嘿，我来！二百五，有用吗？没有用的，因为我很难死掉。给你展示一下高端操作。啊，这是什么操作啊？哎，我这边互相下饭。哎，烤牛，烤死了你！我的伤害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我服了，哎，怎么那个什么？我那个一技能怎么没刷新呢？一刷重击，二技能回血，一技能拉开大招，我死了。这么早重击，不合适。哎呦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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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哎，刺激啊！哎，别冲动！我冲动的好，哎，不行！完了！看清楚了吗？这贯穿乱世的雷霆，真的动！哎，也不是特别逗。哎，又逗全了我。啊，我以为有复活甲，我忘记换了，这个算借口吧。哦了哦了，手机保住了。没有办法，本来感觉这一把是要抽出手机的，但是实力摆在这里一块。经过我的总结后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回答是班孙膑，我跟这个英雄有点八字不合。